就随便举个例啊，《阳春白雪》啊。可以吧？大家一般听是吧？对不起，音有点不准。啊，大家听起来就一般过得去嘛，就觉得呀不错呀，吴老师弹的什么什么，你可以觉得，但是我自己很不满意，很不满意。我觉得那个弹琴什么都没有。张老师在这，家政老师在，他会知道，没有音乐，没有节奏，没有力度，没有就没有音乐。就背书，刚才我弹的这一段啊，那我要自己要满意的得有音乐的话，这个精神气儿不一样啊。然后这个劲儿就不，你那个江南的那个味道就来了，一上一下。